郭金社，大家好。我们此次的作品题目为《植物生长原理系列》。我们这一张是我们作品的草图。我们在看完设计完草图之后，我们先大概想了一下要用到哪些元件。我们这一组共有六个元件，这是我们所用到的元件。这个是土壤湿度感测器，这是可变电阻，这是 LCD 液晶荧幕视显示器，继电器跟 L9110 是控制马达的，是无源风铃器。然后接着我们讨论完元件之后，我们就按照元件画出了电路图。这个波明器接在12角位，继电器接在4号角位，马达接在23号角位， LCD 显示器接在4个角位， IEIS 1角位，土壤湿度感测器接在 A0 角位，可变电阻接在 A1 角位。然后我们的程式第三个优点就是我们有人机界面 UI。